person I ever lost and needed back was me. Hello， 大家，我是 Tim。今天呢是11月25号，然后现在大概是早上10点左右。对，那今天呢，我准备要去北海道，我已经会去美瑛啊、富良野啊、札幌、小樽、函馆这些地方。对，然后这次呢，很特别的是，我要去独旅，距离上次其实已经是大概十几年前左右。对，然后之前是跟家人。对，大概我10几岁的时候，然后今年呢就想说在这个生日嘛，自己安排了一个小旅行，然后是安排了自己喜欢的地方，然后就想说就地重游一下。对，然后因为之前去是夏天，然后这次去是冬天这样，然后就想说希望可以看到雪，预计是12月2号回来这样。这次我去的时候是搭酷航，那时候是大概4月左右买的，那时候买的时候大概是4000块台币左右，然后是含20公斤的行李，回程的时候是搭新宇航空，价格是大概8000台币左右。这次想要的目的其实是想要算是深旅，独处的独旅的那种感觉，所以会比较慢步调。那我们就准备出发喽，出发！大概-11度，现在准备从札幌到旭川，哇，有够冷。到美瑛站了，拜拜。拜拜，どうも。哦，下雪了。现在才8点左右。但这边已经几乎天色已经暗了这样。终于到住宿的地方了，我刚才先稍微看了一下，我真的超喜欢的。对，然后就整个哦，就是图片原本样子就真的是真实呈现这样。对，然后我先开箱给大家看，然后等一下再告诉大家一件有趣的事情，很暖心的事情。首先呢，一进来就会看到该有的微波炉啊，然后还有这个装饰，跟其实煮的东西都有这样。对，然后其实也都可以在这边，就是算是吃点东西，消煮点东西的话，其实都可以这样。对，然后呢，上2楼，对，浴室的部分，就马桶啊，然后一些基本的东西都有这样。对，然后还有洗衣机。然后呢，还有浴缸，今天一定要来泡个澡，因为今天真的超级冷的。然后接下来就是重头戏，就是住的地方，睡觉的地方。它其实前面就会有一个楼梯，楼梯上来之后，这边，然后它后面其实也有，就后面就其实是可以睡觉的地方。然后就是有基本榻榻米啊，然后香氛啊，然后跟备用的这些这样，然后旁边就可以，这边就可以挂衣架这样。对，然后呢，刚跟大家说一件很暖心的事情是，就是我刚才因为我今天很晚，蛮晚到本馆的，我到本馆其实已经8点半了嘛，对，就在这边已经其实算很晚了这样。对，然后呢，我刚才一到本馆，然后刚好就看见他们本馆的小帮手，这样小管家，就他就传讯息跟我说，就是如果肚子饿的话，就本馆有东西可以吃，这样，对，然后就可以烤个火，对，因为知道很冷，然后再来就是说他就说，因为我其实有订明天早餐，然后他就跟我说，啊，就明天的话，因为其实我这边行李就是走到那一段其实有一小小段路，然后说那前明天直接请我把行李放在门口，就会帮忙过来载这样。我就还蛮感动的哦，他们这边很酷的是，就是台湾人经营的，对，所以就不会怕那个语言不通的问题，对。好，那我先准备一下，然后我就直接过去吃个东西。晚上的缓慢民宿，
跟大家分享一下，不然怪。因为这边其实蛮温暖的，它就有那个烤那个火这样，火炉这样，对，然后它旁边就有那种就是零食啊，或者是泡面之类的，然后就可以吃可以煮这样，然后就是每一样是200元这样，对，200日元还蛮便宜的。旁边呢、啊，就还有那些什么明信片啊这些东西这样。我今天住的这个缓慢民宿，它其实价格的部分是15,300块日元，对，台币大概3000多一点点，是有含早餐的，然后它其实也有停车场或什么的，然后我觉得如果你是喜欢慢步调生活的人，其实蛮适合的，对，因为这边真的很适合可以放松心灵这样，然后我刚才还跑出去玩了一下雪这样。这次旅行其实也算是让我可以好好的独处跟放松吧，对，所以我就挑了一个，第一个是我很想要看雪，然后第二个是我很想要好好的漫步掉，就是跟自己对话、跟自己相处的时间，所以我才挑了北海道的美瑛。因为其实这几年一直可能一直在忙忙碌碌的生活中，然后一直在工作，所以很少时间静下来问自己到底想要什么。真正成为自己想要的大人了吗？满意现在的生活吗？其实这几年，就是我有特别经验，可能脑中就会一直浮现这样的问题，这样，对，所以就借这个机会。然后明天的话，我预计是包车4个小时，就会去一些美瑛的景点，这样，有跟他说我想去的一些地方，这样，然后请他带我去，这样，对，好。那我们就期待明天的旅行了。大家早安。今天是11月26号，对，然后是我来的第二天，对，然后大家看到这雪白的世界，对，现在其实我在民宿门口，然后早上起来的时候就看到，哇，外面在飘雪，然后雪已经累积到一点高度了，对，就想说蛮漂亮的，所以带大家来看一下，然后今天天气依旧是冷，对，蛮冻的。你刚好入境。太阳会太大吗？不会，不会，蛮温暖的。好，因为有时候早上太阳真的蛮大的，我就会把那个脸照一下。可以看一下那个早上的雪景。对啊，我刚才在外面拍了一下。好，这早上真的蛮漂亮的。对啊。蓝旗。
那接下来就看，因为其实二楼还有这边的二楼，它就是也是一片一大片落地窗，就是也可以看到外面雪景，就想说带大家去看一下，走吧。现在来到美瑛车站，大家十二点那个库玛桑还会来载我，然后我们就要去一些美瑛一些景点，这样，对，就是我跟他安排的景点，对，已经开始积雪了，我真的蛮幸运的，因为其实上一周还没有下雪，然后好像是到这一周就我来的时候，刚好今天就昨天就开始下，这样，对，所以我真的还蛮幸运的。好了，那就等库玛桑来。Hello, Kuma-san. Pin-san. Yes. Welcome. Konnichiwa. You are so cute. Konnichiwa. Oh, today is the special assistant is my mother. Oh, Mama. Kawaii desu. Blue Panda is a waterfall. Okay. Now it's very popular. And so panorama area, famous tree and the famous point okay, is many. Okay. And the go to last is the patchwork. Okay. And the finish is back to the station. Okay, it's okay. Now it's outside is -3°. Wow. Cool. Go to blue pond. Outside, inside the pond is a standing tree, is a tansong tree. Oh. Tansong tree outside is a standing, is a living, but already the falling and the leaves. But inside the pond is a standing tree, is a tansong is already dead. Ooh. 第二站。我现在准备前往青石，然后等下雪。哦，好浪漫，好喜欢哦。这旁边就是青石，超漂亮，而且真的看到雪，期待已久，而且我真的超幸运的，一来然后下雪，然后还可以看到青石，就是算是有雪，然后还没结冻的湖。这太美了，
这里就像是看每一幅画很都很像 MV 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太漂亮了。第二站到的是白须瀑布，对，我要给大家看一下，就在我身后方。第三站呢，我们来到了拓真馆。对，哇，其实十几年前的时候我来过，对，然后只是现在没想到下雪。接下来这一站到了这边已经很有名很有名的一个景点，就是 Christmas Tree。 No bus, no taxi, but very famous. Many tourists come here. Oh. So, in the summertime, many Prada, so can walk in. And the Christmas tree. Okay. Nobody park up and down. Wow. Oh my God.这边就是著名的美马牛车站，对，哦、很漂亮哎。And Hokkaido and the lowest is and the minus 13. Yes. And the yes. And, the, and now is and so this area is and the snow is and the 14. And the, now is Hokkaido is the maximum is the 36, but is for you.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And one more present. Really? I make it. This is and the 白花。Oh, by Hua is like a... Yes, I make it. Ah, hey, please. Arigatou gozaimasu. Hi. So, let's go main station. Okay. Thank you very much. Mata ne. Arigatou gozaimasu. Bye-bye. Bye-bye. Welcome to Taiwan. Thank you.好了，现在是下午四点，对，然后哇，雪更厚了，下了真的很多雪。然后虽然没有看到日落很可惜，但是我觉得其他的都已经很棒了，感谢有这一切。好了，那我们就准备去富良野了。刚从美瑛车站，然后搭到富良野，然后现在想说先来吃个晚餐，就是听说这边很有名的 Freno Ya， 对，然后想说来吃他的汤咖喱，哇，期待已久，因为听说很好吃，我就好。
跑也不错，刚好进去吃吧，走。吃完了那个 Franoia 的那个汤咖喱酱，然后来跟大家小小分享。其实，整体来说还是非常棒，因为像那个我是点那种汤咖喱，然后加香肠，然后有加饭这样，对，然后饭是300克这样，然后总共是日元的1380，对，然后呢，我点的那个香肠超爆汁的，对，就一下去就汁整个爆出来这样，对，然后。汤咖喱的部分我点一微微辣，就大概一分辣这样，对，但是还是能够微微吃到辣这样，然后我觉得在这个天气也蛮适合的这样，对，因为其实我本身是不吃辣的，但是他们其实蛮推荐辣的这样，对，然后但是有一点一小小的点可能比较没办法接受，就是 它那个红萝卜它中间有一块心是比较硬的这样，就是我可能比较喜欢吃那种偏软烂的嘛的食物这样，对，所以它像红萝卜啊，或者像马铃薯，就或像茄子，就有一些比较深一点点，就比较硬一点点的地方这样。对，就我个人会觉得比较没那么合适这样。对，然后我今天是住住宿旅馆，对，然后来开箱房间给大家看。首先一进来，其实就是非常简单，就是衣柜，然后我要睡的床，然后暖气这样。对，然后应该会有外面的景，然后呢，这边就是厕所，然后就是马桶啦，然后浴缸啊，这样，对，镜子啊，然后浴缸啊，对，也是这个牌子。钢琴，然后B1还有那个，就算是。长屋吗？然后就这种随时都可以使用。哎，又
Che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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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